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。今天我们要把大门前面这里给敲了，把它改成楼梯。这个滑坡太陡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吃过亏。对，今天必须把它给收拾了。还是有二哥来帮我，你们两个干啥都少不了二哥的哦。这里加了个临时楼梯，把它给敲了。看这些加上去的好薄好脆呀、啊！小小白，你也要来帮忙呀？嗯。这小小白干啥的？要凑热闹？要混口饭吃吧。两个人一起上阵。这是男人的活，我们就是在旁边看戏的。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水泥，下面都是泥土了。嗯，好翘一点。八十。这个滑坡有点高了，要把它铲得矮一点，不然一会儿弄出楼梯就比门口还要高了，就不好看了。这天空不作美，好像要下雨了。看这小小白硬是要去烦人家，他一直守着小林，想让小林跟他玩呢，好像很专业的样子。上次我们也看到了朋友们的建议，我们就是留一米宽做斜坡，然后这边剩下的弄楼梯。嗯，这样子以后好推婴儿车啊。对，已经开始下大雨了，我觉得今天弄不完了。才下了不到十分钟就停了，原来只是过路雨，我就说嘛，今天天气预报都没有雨了。看这小小白，继续开工。今天我们先把楼梯这边给弄了，把模具给定好一下。嗯。小林他们在干活，我现在开始做晚饭了。一下子一天又过去了。今天早上我们去赶集，然后买了点牛肉，今天晚上吃牛肉。也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吃。我们这里牛肉40块钱一斤，这两坨150多。今天晚上吃一半吧。今天晚上的主食就是牛肉了。我在网上看那个干锅牛肉，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吃。人家做的不好吃，他们说我浪费食物了。我看人家吃牛肉都是切的好小块的，切小块一点。终于切完了，一个牛肉不够吃，等一下再炒个猪肉，炒蒜苔。一块牛肉我切了10几分钟，不知道是牛肉太硬了，还是刀不利，还是我没有力气。装盘要开始炒菜了，等一下炒出来应该有满满两盘吧。看他们炒牛肉都放芹菜了，我们也买了一点芹菜，我自己就挺喜欢吃芹菜的，反正味道比较大的我都喜欢，口味比较重。大哥他们这边还没有买煤气灶，我们拿菜去灶房那边炒。放点薄荷，牛肉的灵魂。出锅了，好看是挺好看的，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炒这个牛肉炒得我压力好大呀，怕一会儿炒坏了就浪费了，挨骂。怎么一整天了都没有进展呀？研究好了，明天就成了。是不是不会弄哦？今天弄一天都白费了。主要是没有做过，也没有人教。不过今天研究成功了，明天就做好了。想了一整天了。做好饭了。做好了。那先去干饭吧。嗯，先吃饱饭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牛肉你做完了？没有，还有一半，好不好看？很好看，你好吃吧？怎么叫吧？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吃，那个牛肉真的不硬啊，煮着回家好感觉。买这个应该是嫩牛。嫩牛。我们会找到他。